现在我们再来完成一个字符串拷贝函数 ，vi09 字符串拷贝函数。你现在就顺便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它内部的一个实现原理了嘛？好，看一下啊，接着，然后写一个这么来 src 方块等于 hello Mike。然后接着写一个另外一个 DST， 然后来个100，然后接着写一个函数是 my string copy， 然后把 DST 传进去，然后 SRC 传进去，然后出来了之后这个函数我没实现了，我打印一下 DST 等于百分号 S， 后面写一个啥 DST， 然后接着这一个是调用我们是不是自定义的拷贝函数，那我没有实现吗？那现在我来实现一个，看着，我没有返回值，叫做 my string copy， 了解参数怎么写啊？你一种比较笨的方法是这样写啊，你可以写同样的名字嘛，然后 dst 方括号里面可以不写了吧？你不就说你一个数组嘛，是不是数组就退化成变量的嘛？写 a 啊，还有一个啥 SRC， 好，现在这是一种写法 YYP， 好，我把这个给屏蔽，你一种写法你可以这么写啊，下面是不是写成指针啊，和一维数组和我们整形那个是类似的嘛，星花，了解，这边写个星花是等价的，然后呢接着在这里面你怎么来拷贝的，它内部拷贝是这样的，怎么拷贝的，它是这么来拷贝，然后接着看着啊，我现在我那个什么，我来一个像我们上午那种 int 的 i， 我就简单一点 ，int i 等于零，然后通过数组的方式嘛，输入数组的方式来一个 while 一个谁 src 一个方括号 i， 如果不等于什么，是字符反斜杠零，这是我们上午那种方式，然后接着下面是不是一个一个给它拷啊？你的一个字符给我什么？我的一个字符是吧？然后是这样的吗？然后接着你或者你直接在里面，你在这里面我们换种方式，我们不用方括号了，方括号是等价的什么？星花了吧，是不是？加个星，然后接着在这里面等于一个 DST 加什么 I， 然后接着加个什么星，然后接着后面等于什么 SRC。加 i， 是也要一星花，然后别忘了你这个结束了之后还差一个什么东西，是结束符啊，所以说比如在这里面就是后面来一个是结束符，结束符的话就是那个 dst 加 i 等于反正零和反斜杠零一样的嘛，那它内部实现就这样，让我们看一下啊，哦，小一步是吧，在这边扫一个什么 i 加加，好，这组是普通用法，借助一个下标，你不会不借助的啊。好，接着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啊？就是09，可不可以？可以了吧？所以说你现在再来看一下，假如说我这么来写，我现在我再拓展一下，星花 p 等于 dst， 然后接着你写一个谁 p， 可以吗？那是和刚才那种方式一样的啊，然后接着我再来编译运行一下，是可以啊，然后你再来看一眼，如果说你现在写一个这种啊，这个没有让它指向，没有让它指向，是不是你直接操作是指针锁指向内存的，然后接着为什么你没写它会操作指针锁指向内存呢，有些人就可能不，老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明明没写星花，他为什么操作指针锁指向内存呢？端窗户，你这边没写，但是这个函数内部操作星花了吧？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函数没，你看起来没用，但是内部有没有用？内部用了吧？是不是？那结果是端窗户了。所以在这啊，你现在如果你再来看一下它内部实现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好，现在这一个呢，你给我简单的。自己来画一下那个图啊，
然后我们那个35的时候上课啊。